我们这次采访尔导，邀请我们整个团队说能不能跟他一起去内蒙看景。我可能因为自己的原因很少会去到那儿，那有工作在的话，能够到达你生活当中很难去到的地方，对我是有吸引力的。一个导演他在看景的那部分状态其实我不太了解，而且在一个比较寒冷的相对可能艰苦一点点的环境里面，人的那种本真的状态更能体现出来吧。就这样，我们就跟尔导约着在内蒙他们的要看景的地方见面。遇到沙尘暴就是遇到沙尘暴，沙尘暴就会。鲁豫什么时候来？今天晚上到啊。有鞋衣服那些吗？有这种 T 恤。雪靴是吧？没有那么冷吗？我戴个眼镜儿，眼睛睁不开。哪儿呢？哎，儿子，阳光太足了。您好，您好。这段戏演得很吃力，我看得很辛苦。你确实是演得不好，要不要停一下？无语，你没有演戏的天分的，希望不要伤到你。尔冬升，尔冬升先生，身不了情。小宝，谢宇江导演。尔冬升。不够啊！不是，里面还有一条啊！我都三条，真的可以再穿走不了路了，已经没问题。来上车，工作人员上车。好，全部上车，好，全部上车，走了。呵，对讲，给我吧。各车人员到齐了吗？哎，领头车发下命令啊！好的，好的，我们正常走。好的，好的。对，正常指挥交通带路啊。我们现在在内蒙哪个区域导演？完全都乱。这里叫乌拉盖。那我先换个眼睛让你看得到是我。没问题。我看报道里面说您要是去追之前，我姥姥，姥姥是蒙古人。那您妈妈至少一半的话，那也对，她一半是满族啊，一半满族，我妈妈一半满族啊。对，我呢这个姓呢是北魏啊，尔朱，朱元璋的朱，尔朱，应该是花木兰的这种邻居部落，你知道吗？嗯。拖把应该是山西以北的游牧民族，也都是打仗的。耳姓现在中国很少。我认识都是亲戚。我在上海有个堂弟很出名的，叫尔东强，就是拍照的啊，拍很多，出了一些画册什么的。哎呀，这里看景又干，又想喝水。您肯定不习惯。又不敢喝水啊，草原，你这问题还没有建筑物那个草原。好，只有这段车路这个头发比较整齐，之后开始就要变样了。路口我们要左转下草原，车车辆注意安全。这是个有偶像包袱的团队，我们都是造型组。你以为都是工作人员啊？我的梳化服全都在啊，都是化妆两个发型来，看出来了。麻烦你镜子再借我一下，不联系跟刚刚车里面，开始了吗？他们一直开着，没事。开走啊。去哪儿啊？极限挑战。哎，这声音好好听，能拍得出来吗？这声音。得了，我的包里中间那个拉链。把黑色那个帽，多冷啊！鲁豫走那么快，这种不用走快的，慢走啊。
下我的实力。慢慢走，别快。我还可以，你歇一会儿。你那个声音是你的声音，但是以为我在喘。哇，热，出汗了，看不出来那边那个河。我们找机位，看那边下面是弯的那个河，很出名的景。你看我这儿现在有一块弯的，像个 N 型的东西，多大？弯进去了，弯进去的左脚。嗯啊，那有路对吧？那有路，对，那很浅。即便是夏天有水的时候，那边那有条路是吧？对对对，两只牛那里。对对对，是，那个路将来是可以作为戏用的，可以拍的。那还有一条路也能过车过河。那时候都是。郭亚平啊，哎，来，我们人往那边撤一下，你这边试试看，背一下吧。好。来，导演组，来安排一下，人撤后点，降180吧。好的，好好好，好，真的。导演说就像深度旅游一样，我觉得很有意思，因为我没有来过草原深处。后头还有五站，还有五站，但都不是这样地儿了吧？可能是一些那个像民宿，然后蒙古包可能那种地方，那就很简单了。不是愿不愿意早说，我不喜欢临时突然间现在回去，我看完那又回去，那后面那安排的都乱的，你不能临时的所有东西。你现在我在看景，中间你跟我说这个干嘛呢？中间你们协调好，不是应该这样吗？早上协调，中午协调，下车协调。我其实很严厉的，我的组能做我的组的工作人员，基本上我觉得都 OK 的。这个制片组没有合作过，我跟他们说了哪我的工作方式，你试一试，你努力去做，你下面也是新人嘛，你老在横店拍电视剧，你来跟我们一次看看，我不是最大的戏，你试试我的制度。你觉得 OK 你就学，你觉得不认同没关系啊，对不对？嗯嗯，很严厉的，很多东西这个是经验来，我不是一出一开始就这样。你包括所有安全的东西，其实我看过意外嘛，这种很简单的逻辑的东西，车速啊，我昨天还说啊，你们早一点说右转怎么样，我看到问题提出来。其实我为了正式来拍的时候400人的时候，然后还一大堆演员车，到时候很恐怖的，很难搞的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你不去管，任由他们，OK 的。有些当然是这样，但我的方法就我的方法。比方在我现场外面，我不准耳语的。你中间有矛盾，在办公室里面说，不能在我拍摄现场，公事一定说出来的，不能当众说的出来就是非。可能不是，但是我的规矩就这样。您气场太强大。不是气场，其实我跟工作人员，我听他们说的，我说呢，我叫你们跟我工作，我是我的专业，这个我肯定要挑你的毛病的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是以前第三次犯错我就开的，我现在我第四次啊，我已经宽松了一点了。你收我的钱，你要给我的专业，所以我刚跟你说那规矩嘛，每个组我会再个提他们的，10个人里面有一个新人，灯光组30个人里面你们有3个新人，你告诉我。但你自己要管好他，你可以训练新人，不能超过这个额，否则你就会影响我这个制作了，你知道吗？嗯。啊，你好，叫什么名字？这个。拉克。拉布拉多混出来的。哎呀。正好有这个红色，红的、白的、黑的嘛。好看啊！好看。好看吗？好看。拍了吧？拍了 ，OK。喂，我哋系咪影张合照啊，导演？还没杀青拍合照？系啊，咁辛苦爬上嚟。这种叫辛苦，不拍，你自己拍。我来，导演组来了。下井是吧？我们去下面看看。我们到下面。走走。哇，这跟东北的差不多啊，完全像玻璃啊。对，哎，它为什么两边颜色不一样？光嘛，像那个冰川，有的进去以后它是蓝色，蓝是因为那个折射嘛。对对对，你看各种动物，可能有兔子，有一些小的东西。哎，这什么啊？对，
不同的小动物啊。嗯，这要问本地人了，搞不清楚了。我们你看这个，你看这个，这个不一样啊。对。羊啊，那个羊经过看到，他们也说有人走过。我们帮他们拍张照。好，别自己找镜头啊，在这拍照了啊。C 位在这儿。啊，有些人看不见脸啊，找一个人把导演拉上来。不，我们过去，我们过去。上不来，上不来，就在这里，不要就在这里了。好，就坐好。哇！啊哇！啊哇！我要拍条片，珠峰啊，珠峰啊，棍儿呢？棍儿也没用啊！我的导演，拉了他。导演，您当初可是拍武术的。救我！救！救我！他在他的团队面前，就你会感到所有的人都是紧张的。是尊重的，但是也是会很信赖他，很欣赏他的。因为导演不仅仅是一个艺术家，他还需要具有特别强的和人沟通的能力，在任何的场合或者情况面前都是那种安之若素的大将之风，这几乎是每一个大导演都有的一个基本的素质吧。比如您给外界感觉就不是笑的那种的，然后您个子又高，是什么？就蛮严肃的那个脸。那没办法，有些人就一看出来，哎，就笑眯眯的，对不对？秦沛老师就是应该是笑眯眯的那种，他就是吻合。不，他越老越严肃了。你找机会再访问访问他，访问他，你可以做五集都可以，他说的不停的，哇哇哇哇哇，一直说一直说，把他所有的整个家族都说出来了。他在上海了。哦。啊，他也很忙，他一直在拍戏、啊。有在拍戏，估计他跟我们看景的体力都可以的，上下都可以。他每天10000步。我那个另外一个哥哥认识吧，江大卫当然了、嗯，他成就比我们两个都高、啊，嗯，而且我还知道他太太李玲玲，李玲对、嗯，江大卫他如果在整个当年他那个年代，所有华人社会，美加英荷嘛，英国荷兰是一个市场，嗯，澳纽嘛这边、嗯、北美，韩国泰国，很红很红，以现在的标准来看，他当年那么红，他可以正常谈恋爱结婚，这个太难了。发微信问他一下，你问他吧，他们也很年轻认识吧，我很小的时候，所以说不同的年代的人有不同人的福气和面对的问题。对啊，苦难也是啊，没有钱呢、啊、很小的我们的这个骗子小孩过来过来，我问你，我跟你聊天，你怎么跑了呢？在这摄影机呢，这摄影机视线里面，我这样演戏的时候，不可以这样看着我，绝不可以在我视线里。我其实还有一样，其实我除了对白，我会写发言稿。你以后你说你叫我，您太贵了，我找别人写一篇稿。不收你钱，我就收你钱啊。CG 喂，改了他行吗？如果只是一个外貌啊，拍个空镜，可以，把它改掉可以吗？空镜可以。那种木窗，大木窗啊，喂，是不是大木窗啊？不同型的大木窗啊。我一般是细高一点的木窗。你怎么弄啊？把电脑改还是怎么样？嗯。前景有树就不好弄哦。对。啊，往前走。没有钱呢，很小的我们的这个片子。您可以的，你想想看，改这些窗全部改了木，把它还原多少钱？
对吧？很难找，60年的景很难，就是在往前往后都有那个特定那个年份。小心冰块，冰。这个炮能开吗？不能开啊，不能开，放在这儿干嘛？啊？玩啊？哦。啊，不行了，不怕，别怕，怕什么？别怕。来来，小孩，过来，过来。哎，我问你，我跟你聊天，你怎么跑了呢？明天几点啊？你们晚上？早上啊？他现在能看你们表演吗？马上开始排练是吧？去排练啊，看一下啊。看你们排练，看一下。哎呀，要开始了，来了。看景当然很累，只不过累的背后你会觉得很有意思，因为它不枯燥。工作当中的苦都会变成一种特别酷的经历，这都是很特别的体验。其实这次来很多是拍不到戏里面的，用不了50%，不可能的。我刚刚看外面那个山谷，马上叫他们回来，就是这个备选，因为离酒店一问，就知道30分钟，你知道？但这里可能只是部分的景，我们那边还要保留。到最后大家就要坐在那里拿个算盘出来算了，你知道？这边车程怎么排，演员的档期其实很复杂，因为它牵扯钱，很现实问题。是。就是钱的问题，这部分是我以前没想过的。是啊，我当然最好是让我多拍一个月啊。年轻时候不睡觉几天呢，我现在不行，我现在这个就是拍戏就是我的生活。我包括你们这次，你看那些工作人员，你这个虽然说是访问的，我不是当时一个单纯的爱要曝光啊什么，也是这个生活里面其中一部分。是你这样才有趣味，要不然就。有什么意思啊？对吧？就感受每一刻的我都在感受，尽量是这样。那您说要是按年轻的时候几天可以不睡觉的时候，看景的节奏跟这次是完全不同的。不同，3天全部跑了，从早上6点钟开始了，到天黑才回到饭店开会，第二天6点就来了。其实也是成本问题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昨天不是1:30才吃饭吗？对。不行的，因为他们有他们生活习惯。1:30，其实那些工作人员、那些司机、本地的司机嘛，很饿。还进来那个包子，对，你们不能不顾及这些。以前我不管，以前我觉得就是这样，你知道。所以导演的工作能跟艺术沾边的，其实就是50%。有50%是有的，有的对吧？踢足球最厉害的球王了，马拉多纳，他在场里面控球也不会3分钟啊，那个球在他脚下，他控制的那个段踢出去不算，没有3分钟啊。其他的一切都是为了控球那3分钟做准备。对，只有挑演员先看眼神嘛，更聪明的人才能演一个笨的人。有很多演员都说您是帮到他们的。我记得当年采访吴彦祖，他讲他做演员却一直没有找到乐趣，后来跟您合作的时候，他说，哎，那是我第一次就感受到作为演员的那种创作的乐趣。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还说英语的，我叫他，我说一定要说广东话，其实他会普通话比广东话好。我跟他是演员里面比较少算是交情很好的，因为他结婚也请我去南非，就我也是他其中合作的一个导演嘛，他合作那么多导演，我相信他每个中间都能累积到一些经验的。但我觉得那个最开始比较重要，一个新人，但你用对了我，他感激你是觉得我如果在别的地方起步的话，我可能需要走一段弯路，但我在这里被用对了位置的话就不一样。缘分呢，只能这样说。比方说袁咏仪那个角色《新不了情》，我见很多人的。是袁咏仪身上的哪一个特质您会觉得就是你了？她当时很瘦，很有生命力，她那个锁骨我都记得，她那眼睛说什么她其实很灵。其实有挑演员先看眼神嘛，这个也没有什么秘密。你跟她聊天的时候，你注意她的眼睛里面有没有语言，有没有话在里面。像舒淇那种看都没看我就知道他全部听到了，然后我故意逗他聊天，他那种看的那反应，你知道，演员要聪明的，拍电影的人包括工作人员都很醒目的人才可以，不要说笨的，比较老实的那种反应慢一点。你做这个行业你是很惨的，从还没开工就一直骂骂到杀青。
哎，那我演本色呀、啊。本色啊，演笨的那个不笨的，更聪明的人才能演一个笨的人。嗯嗯。合不合适就那下直觉，你知道吧？故事在我脑子里，我认为合适合适，但是有些老板觉得不合适。和老板通常是觉得那个能卖钱，这个就是一个假的，你要一虚幻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如果你有几个投资方，我现在找的最火热、这个、流量最大，什么大家感觉就比较安心一点，你出来该垮还是垮。我告诉你，你那个剧本写得好，有些大明星他也照样肯拍的，他肯减价、嗯、聪明的演员就是那个戏是帮你镀金的，若能拿奖，真正的钱是广告，不是吗？美国演员很少拍广告，以前就日本人请他们去拍。韩国明星分得很清楚，演员演戏是我的事业，拍广告是我的工作，你知道，我红了之后我去赚那个钱。是，美国演员分得更清楚，他们会认为在本土拍广告有点好像降低我的明星的身份。我其实我也没拍过广告，以前我也有这个想法，我觉得好呀、啊、好、啊，你当个导演干嘛？去拍个什么洗头水这样啊甩一甩啊。60年就没有那么多羊了啊，要计算了啊，到去年间，公有制分给你都要来养，对不对？生活物资就是不是想象中那么多，显得稍微匮乏一点，不要那么给所有的好的给他吃了，其他吃的东西我不知道，是不太清楚要吃什么，总能钓到鱼吧，对不对？会抓鱼吗？不太会抓鱼。为什么？不喜欢吃鱼？不太喜欢河里的东西。的原因呢？水质还是文化上、传统上？文化上好像有那样的想法。他们也都说不吃鱼，都是蒙古族的朋友，都不吃啊？都不吃鱼、啊。蒙古族请举手，几位？都不吃鱼啊？你们小时候不吃鱼啊？不吃鱼。就是你们也住牧区的吗？不住牧区，市里头的。市里头也不吃鱼啊？对鱼好像感觉到从小到大没那个概念，小的动物都没概念，吃惯大动物。小动物都不吃，就是牛羊，对，猪也很少的。哎，草原上不太养猪，再一个猪是杂食动物，你草原上它光吃草是活不了的。兔子也不吃，成熟猎人是不吃兔子的，因为所有的猎人都知道兔子是不能吃的，就会得兔肉综合症嘛。古时候开始啊？古代就知道了，因为吃的多人就死掉了，死了嘛。所以对。那还有什么？除了田鼠，田鼠鸟蛋，也不吃鸟蛋了、啊。田鼠是吃啊，太好了。旱獭，旱獭，他们会逮旱獭。我听你们开会很多细节，到那个现在的羊种类，那个年代是没有的。没有，对，60年嘛，嗯，一个自然灾害嘛，内蒙也是这样，所以现在就微调那种细节，一直在考证，他们还在问。有时候他有一些文字上的东西是最糟糕的，我觉得，因为他没有画面，嗯，他写的都是数据，通常都是。当时生活吃的东西不够，粮食不够，那他们吃什么呢、嗯、对不对？所以就问了他们，就很好啊，他不吃鸟蛋的。原来现在的人，当地的那些制片，他们不吃鱼的。那你问他到底是为什么原因不吃鱼，他也说不出来，就是就一直要问，一直要问。那到最后我了解了之后，但我不一定要拍嘛，对不对？就里面他就不会钓个鱼上来吃了，你知道？可能在戏里面就孤儿来，他不吃内蒙的这些食物的时候，他可能就捡个鸟蛋回来。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，我就调整这些，也靠想象。我相信合逻辑的，所以这种其实在找一些放在生活细节里面。嗯啊，没有，发电机没油了，没油了，发电机。哎呀，我要怎么样？切几块？嗯，大大大大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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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导演杨澜欢迎您了。虽然说我姥姥是蒙古人，跟你看刚刚那些汉语都不认识，他确实我接触的内蒙这些人感觉是真是热情一点了、哦啊、非常淳朴的、嗯、淳朴，嗯，不是肉麻，这种有爱的这种大爱的东西我尽量希望能展现出来，这个也有点难度。我喜欢说故事，文字能力是练出来的。
其实写对白对我来说比较简单，写词儿比较简单。嗯，你要写那种形容那个气氛情绪很困难。我不是说文学的，我看很多，你看了有时候你知道哇写的真好。我跟阎连科很好的，很熟的。嗯，我怎么学都不可能，那种是天分的，莫言那种我认为是天生的，我不可能去写得出这种那么厉害那种形容词，怎么能写得出来？我就问他，他有没有回答，天分嘛。一个剧本你给人看的时候，你阅读起来那个时长要跟那个电影差不多那个长度，你就要必须用简单的那些词来去形容那个气氛或者情绪，嗯，而且要准确。嗯，这个是在写剧本上的难度。您所有电影当中您自己写对白哪一句是您最感动的？新不了情里面其实因为后来太多人去提嘛，嗯，你知道吗，不能完全背出来，就是这个秦沛就鼓励刘青云的这个，嗯，怕咩我仲后生大把机会啦，但我最多怨自己运气不好，从来冇怀疑过自己的才华。记住啊，你都不可以怀疑自己的。这个是最多男性的朋友或者观众跟我说，就对他最有影响。我其实还有一样，是我除了对白，我会写发言稿。您指的是很正式的那种？正式，比较像美式的，正式的，但是不是那么打官腔，就会有梗的，会很好笑的那种。有好笑也有，感动人也有，我会写这些。你以后你什么？你叫我？哎呦，您太贵了，我找别人写一篇稿。我收你钱，我收你钱啊！等我空的时候啊。行行行。啊，你真的不当演员？我没有遇到很多很好的角色。演员给我的经验又有另外一些，就在我当导演的时候，他会有很多的帮助。有有有，嗯，我在过程里面很多导演教过我，我也看到他教其他的演员。你看到他教好演员是没有用的，学不到，嗯，有些特笨的那种，你知道吗？他教他的时候各种方法，你记下来之后你就能运用。您现在还记得您学到的是什么？记得，比如说，记得我先观察那个演员。他对这个镜头有没有恐惧感？如果他很怕一堆人在他面前的时候，我会在构图上做一些变通了。我会把所有整组人往后挪，就不要太靠近他，离他远一点，他好一点。尤其是新人，新人如果在现场很多人注视他，他就很糟糕了。所以为什么好莱坞是会在这个摄影机呢？这个摄影机视线里面，我这样演戏的时候不可以这样看着我的，绝不可以在我视线里面的。我拍戏现场不可以的，这边的人全部要走开的，全部，嗯，视线里面不能站人，绝不可以。有些表演欲比较强的，城市里面拍戏有人围观，他没问题的。刘德华是没问题的，你想就知道，他演唱会都不怕，嗯，对不对？所以在街边对面很多人围观，他可能演得更好呢，也很多观众。嗯，有些演员就不行。那有些演员这边很多围观的时候，那我在这一组工作人员的后面，我就会拉布把它挡起来了啊。所以这种其实也是在老导演那边学的。那您在早期做演员的时候，您是不怕的，比如别人的围观的？不是怕，怕怕怕。演的不好，我收了工回家，哎呀，演的不好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然后对着镜子自己演，我也试过。有个导演第二天，哎，昨天那个你想过了是吧？啊，是啊，再来一条好不好？好。他就在拍，在补拍的时候呢，大家就比较轻松了，你知道吧？你要趁人很不注意的时候，以前尤其是不是同期收音的时候，嗯，更简单了，开机拍，没有人留意他，演没有人留意我，演 OK 了就过了。我有用这种方法。如果明天我有时间的时候，我觉得今天他怎么演都演不出来了，我就 OK 算了。他自己回去会想，嗯，当然我不会让他在焦虑，我跟他说，你没关系，明天再来啊，我这边收工了，不够光了，嗯。明天就会演得好一点。倘若在做演员那个阶段，你有足够，比如得奖了，然后不断地有很多那个时候好的角色来找你的话，可能把你的全部的吸引力都集中在这，不会再有时间去想你的编剧啊，去导演。演员的时候我没有，我只提过一次名啊。所以我说，如果的话，他会打断我这边的工作嘛，我直接放弃了。我放弃，家里很大压力的。当时我母亲、我哥哥都有问我啊，你真的不当演员？他们都会觉得演员是比较好做嘛，你知道吗？没那么累。嗯，我没有跟他们商量的。其实你有好的角色给我，可能我真的人生命运又不一样了。我没有遇到很多很好的角色，我觉得，嗯，你好的角色是周润发，以前票房毒药嘛，
他拍了个《秋天的童话》，再加上《英雄本色》，在那之前没有人看到的。他拍的艺术片比较多，玄华的什么的。他遇到那两个角色不是很好吗？一下很观众就喜欢这个人，连带这个角色一下就红起来。袁咏仪也港姐啊，之前也拍了戏也没怎么样，一部《新不了情》，接受他这个角色，突然嘣就爆起来了嘛。很多先例的，我们现在内地也很多先例的。演员都需要有这样一个角色。对，等一个角色。那前期就得等啊，也许您再等一下。等不到，大部分人等不到。演员的酬劳里面大部分的是要等，然后呢有一部分的钱是宣传，那个薪水啊是这样分配的，你宣传也是你那个酬劳里面给你的。有时候在这边等不拍了，今天哦不拍了，有些人很自在，你知道吗？你必须要适应这个，所以在过程里面你不会觉得浪费你的生命。我觉得很浪费那个生命啊。现场你说拿本书看很难的，那么多人也就是聊天嘛，八卦嘛，不就是这样吗？我不喜欢等。我现在做了幕后，我是主动的，我控制我的人生，你知道，我喜欢写个剧本，你先不要管它，我拍不拍得成，我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创作会很开心嘛。我可以去找投资方，如果那个戏有市场价值，不会开不成的。我垮了不止一部戏了，你不能挂着艺术片你就是比人高级啊。那像《三少爷的剑》这样的电影，后来的结果有没有让您觉得有一点点失落？没有啊，你说票房是吧？对啊，没有啊。我垮了不止一部戏了，哪个导演没垮过？你告诉我。我说香港的导演好了啊，你说香港有知名度导演谁没垮过啊？就所谓垮，你不要看表面那个票房，这实际上那个戏投资多少钱，真实的回收上垮的，对不对？你收3亿票房有什么用啊？可能哇亏死了，对不对？就跟您跟我讲的，我还挺吃惊。您说那个《路人甲》7000万，其实是基本算是持平的，没有赔钱，还可能会小赚一点点。我拍了3000万那个戏。影院票房7000万基本上归本了嘛，连宣传费收回来的，平台给的钱，我把纪录片都给他们了，也看有时候他需要片源的时候给的高一点嘛，那2500万给了我，7000万票房分1/3回来好了，不2500了嘛，对不对？不是5000万了吗？成本3000万了，很简单的账啊。那你拍了1亿的，你票房3亿，宣传很大，对不对？可能打平，可能亏了，就是这样。拍几个亿亏钱的很多的，拍1-2亿的亏钱很多的。我亏的最厉害的一部戏叫《人民英雄》，是狄龙跟梁朝伟的。那个后来也没有怎么亏，因为你所谓亏你票房之外，你其实它是一个版权嘛。如果在香港的公司的版权，它永远是可以卖给电视啊，就现在又卖给平台的。它最后总还能够其实收回来，只不过是这个收回成本时间会长一些。对对。但你如果说现在那个票房高的那戏就好的电影，我就完全它有些是票房高很好，你不能这样比啊，你去了影展上再说吧。当然你不能挂着艺术片你就是比人高级啊，对不对？不是说拍出来看不懂就好的艺术片呢。我小时候以为是这样的，现在不认为是这样。有些人是这样，我跟年轻导演有些拍艺术片说，我说那你搞不定，你故事都还没说好，你看不懂，你以为就是艺术片吗？我觉得很多都是像学生作业一样的。有的，有这种的。小时候我去看艺术片，自己看不懂，不能承认自己看不懂，不能够接受自己居然不喜欢看艺术片这个现实。我有一次一个经历很好笑，王家卫的戏，我不是贬义啊，《重庆森林》去看首映。看完了之后很好看的啊，那王菲在那里走来走去，梁朝伟那个文字，哎，干嘛跑？哦，跑那个房子里帮他收拾，然后梁朝伟拿个肥皂说话，蛮有趣的。我喜欢看我不会拍的戏的。散场走那个楼梯下来，走，转弯，突然间有一对情侣吧，那个男的他太太应该，哎，你看懂了吗？真的，懂了，真懂吗？就那几句话，你知道，我们整个楼梯里面笑到真是，因为是沉默的，你知道吧？那人居然去问你看懂了吗？相信有很多人没有看懂，所以炸爆笑在那个楼梯。以前意图把它搞复杂，你知道，在结构上、故事上复杂。我现在是尽量你把它简单而把它拍的细腻。我也不太愿意去搞小特技呀、各种的东西，你知道，我回归简单的东西，把它拍细腻。这个是我现在想意图去做，能不能做到？还不一定。我告诉你，拍简单的东西更困难，它其实也不是我的擅长的。我其实也是一般说故事的一个人，你知道，怎么提升我不知道，要这个说也没有用。就这次这戏我会也换一些方式来拍。你说整个能出在京市，哇，横空出世一个，现在不可能了，现在已经
电影倒过来拍的都有了，中间突然间把整场戏倒过来，哎，很新，你知道，就有人学，后来有一个香港导演学了，他倒过来，哎，我想你倒了太久了吧，你倒了五分钟我都要准备这样看了，你知道吗？人家就倒了那三十秒，对，他倒了几分钟，你知道吗？这种我不太能接受。还是按照那个剧情需要吧，因为每个人一定是有自己的长板跟短板的嘛。对，作为导演您觉得您的短板在哪里？有一天这些年轻导演都成熟之后，那我们的时代，您的时代就过去了。我这一生已经就困在这个地方，我老在想能不能换些东西去做。他很怪啊，你知道，他非传统的处理，他那种很好看，我觉得他那些人物等等跟我没有接触到。他是个好导演吗？嗯，我不评价的好与不好，但是他肯定在电影史上会留名。您是个好导演吗？对，反正我希望能感动观众就可以了，没有很多伟大的理想这个成为什么。作为导演您觉得您的短板在哪里？我比较保守。那我喜欢看杜琪峰的戏的，因为他的戏他的方法我不会拍。内地导演我喜欢看贾樟柯，他很怪啊，你知道，他非传统的处理，他那种很好看，我觉得他那些人物等等跟我没有接触到。但你会不会觉得有一天这些年轻导演都成熟之后，那我们的时代，您的时代就过去了？过，一定会有一天是过去的。会，其实我就是因为没有徐克、许鞍华或者别的很多导演，他那么热爱这个电影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我这一生已经困在这个地方，我老在想，能不能换些东西去做？当然，你重新启动一个事业很难，你知道吗？每个导演在戏开拍之前，那种内心状态都是什么？特别雀跃的？不是吧？刘伟强是亢奋哦，刘伟强亢奋。那徐克导演呢？徐克他是充满火吧，火一把火那个热情啊，他没戏拍得很惨的、啊、他就是热爱电影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如果笑他，我是自虐狂的。现在他们在拍《长津湖》，我们工作人员都认识的，哇，好惨啊，好冷啊，什么的。说徐导的年纪，他比我还大几岁，对不对？他七十了吧，快。很多人担心他，所以摔了一跤。没事吧？没断的。然后很，我不用担心了。你让他待在北京屋里，他就短命就短了。我告诉你，你让他每天拍戏都要命长了。他基本上就享受那种过程里面。他很厉害，他面对挑战困难，他解决能力比我高。所以我为什么我没有他高？我是要事先准备，你知道，他应变能力非常快的。他可以在这个地方不行，他脑子里马上有别的画面出来，你知道，一起来可以画下来。他可以自己画一个，来去拍这个。这样很厉害的。他是个好导演吗？我不评价的好与不好，但是他肯定在电影史上会留名的。您是个好导演吗？我觉得将来电影史上我应该不会是一个烂导演吧。也会留名。那记录一笔可能会。记录一笔就曾经有这个导演，但是我没有做一些影响整个行业的事情。徐克导演有，徐克有。其实很多说这个动作指导，哪个动作指导，很多人都不知道，所有的最大动作指导都被他开过的。他是想一些东西出来，很多人每个都哇这样不行不行，是被他推到出来，做出来。今天所有拍动作，包括威亚这种东西，现在一直影响到现在，包括网大年轻那一辈去拍的东西，都在抄他的东西。徐克导演电视肯定留名，肯定。徐鞍华导演肯定留名，在香港，起码香港电影史里面一定留名。中国电影史也会留名，会留名的。每一个人在每一个年龄看不同的电影里面，那个观众可能不一定永远记得，但是我也被很多电影在那一个点，他突然间对我有点启发。我觉得这个就最伟大的电影，就看那个戏，他走的时候突然间噔一下，你知道，其实你已经改变了他的人生了。所以这个如果是正能量的话，在那一刹那，就算他后面改变了不了什么，那一刹那给了他一点信心，或者如果真的能令他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啊等等，那我觉得非常伟大了。这次我会尽量努力，希望就是能触动观众的情绪嘛，让他能有感触。我也不想太廉价，就是反正用感情去拍吧。希望您拍摄一切都顺利。尔导是一个对生活充满了很大的热情，兴趣很多元的一个人。很多时候你不同的尝试都做到有相当的口碑，这是一件挺难做到的事情。因为尔导无论是作为演员还是导演，他都有很多值得被记录。
双，那个制片陪鲁豫，陪我一双好吗？我把信号给你，可以，马上回去北京，马上寄一双过来。感谢新浪微博、微博台网、微博综艺、新浪娱乐、凤凰娱乐、搜狐娱乐、腾讯看点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欢迎从新浪新闻客户端、凤凰新闻客户端、Zaker新闻客户端、优酷视频获取本节目的更多信息。感谢深度短视频合作平台抖音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新起点，再出发。